是吧？这碗上面淘上塑料袋，它是堵嘴，我一嘬就嘬塑料袋。只要摩托不断咒，玩户带你吃地球。结亲完了，整了5块钱，还给了两盒花。谁说骑摩托不得？再吃啊！高碑店吃个早餐。油条豆腐脑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菜饺，素馅的。多少钱一个呀？2块1个，5块钱3。什么馅的？白菜、韭菜、红萝卜掺一块的。哦，还有炸芝麻球，炸年糕。啊。油豆酱，有小米肉。还有茶叶蛋。喂。想吃什么没有吧？这不还有小笼包。哟，茴香馅的。这是什么面呀？那油条面。油条面那是。还有豆浆，这豆浆真黏糊啊！快卖完了吧？卖了。你们都圆豆浆？圆豆浆。圆豆浆多少钱一碗啊？2块钱一碗。2块钱一碗。放糖吗？哎。还免费放糖。给我来一碗啊！哎。免费的小萝卜条。这包子多少钱一屉呀？这肉的8块，素的6块。肉的8块，素的6块。小笼包。哎呀，这豆腐脑也真不赖呀，1.5块一碗，真得呀。哎呀，大饺子真好呀。哎嘿，这大馅儿啊！啊，这大馅儿。真足实，这馅儿是吧？嗯。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。行吧。豆浆2块，真黏糊啊。米粥1块，真好。馅儿盒子，看，馅儿盒子2块钱1个，值不值吧？你们说？素包子6块钱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合6毛钱1个。这物价你敢相信吗？咱们河北也有这物价，20块钱吃饱。三个人，还挺沉的是吧？吃饱吃好，老板，这大饺子是哪里的特色呀？你们这儿的？高碑店特色。掏塑料袋好喝吗？堵嘴，你讲的。堵嘴。是不是啊？一嘬就嘬着塑料袋。你是小帅，你真精啊，是吧？哦，好好好，真冷啊！喝碗豆浆，来个大馅饺子，来个大饺子吃。2块钱1个，顶头上哪儿呢？哎，你问谁呢？哎。大大饺子真好吃，4点起床，8点完户，500块，2盒花子。